麻烦您提供实质受益人资料、开户目的及用途。哦，这台湾这么麻烦。不，这是国际规范哦。金融机构、律师、会计师都是洗钱防治的守门员。我们把关减少人头账户，才能保障民众的财产安全，让台湾的金流更透明。请您配合洗钱防治措施，金流透明，世界好评。